亲爱的自己吻戏录透照曝光，刘诗诗踮脚朱一龙搂腰，画风超甜。自从刘诗诗结婚之后，作品就少之又少，到后面怀远生子就妥妥是不营业的节奏，路透全靠粉丝偶遇抓拍。不过今年粉丝应该会很满意，因为刘诗诗已经复出拍戏了，而且搭档的还是时下正红的男星朱一龙。今天还有二人的吻戏录透照被曝光，虽然有点模糊不清楚，但还是让人感受到了那份甜蜜。录透照中，刘诗诗先是深情望着朱一龙，随后踮脚吻了上去，而朱一龙也顺势搂住了诗诗的腰。两人接拍的这部剧叫《亲爱的自己》，主打的是职场与爱情。刘诗诗出演的女主跟朱一龙出演的男主相恋多年，面临着职场与爱情的双重压力，在剧中应该也不只有甜，虐戏也是有的，配角阵容也很给力。阚清子将在剧中出演刘诗诗的闺蜜之一张芝芝，人设上是普通上班族，忠于家庭，却因为丈夫灰心失望，